showing. Hot night wind was blowing.交到了，你们有什么样的新年愿望呢？我的新年愿望是能养一只很可爱的小猫，喵。还希望有很多好看的裙子和很多很多好吃的零食，而且要吃了不长胖，是不是太贪心了？总之希望大家的新年愿望都能实现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Hello， 各位 B 站的绅士们，新年快乐！我是直播区的御宅 UP 主，我叫元气少女麻麻。新的一年呢，祝各位绅士们学业天天向上，事业蓬勃发展，猴年大吉！我要跟你生猴子！喵！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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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哔哩哔哩直播的主播宫本狗。作为一个这么狗的主播呢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游戏越玩越溜，红包越捡越多，捡的萝莉越来越可爱，女朋友越来越灵活。最后呢，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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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汪。哔哩哔哩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同样哔哩哔哩的林月伊萨。今年好像有很多人在抱怨时间过得太快，但是。仔细想想，今年其实过得蛮丰富的呀。从我自己不务正业，各种调教或者是直播什么的，也是非常幸运，可以在哔哩哔哩直播这个平台跟大家做一些平时不太做的事情，顺便也被大家的弹幕带到各种跑偏，对，感觉跟大家拉近了不少距离。话虽如此，但是感觉好像就是因为这样，个人形象方面都有些崩坏了。这个不知道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。反正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新的一年，最重要的事情依旧是开心。那么在这儿就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猴头猴脑猴开心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在 B 站直播绘画的主播轩框框，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我跟你们讲，作为一个常年抖 S 不对，常年幸运 S 的妹子，我的祝福可是有 buff 加成的。比如说什么明年就能脱台，随便就有好工作送他们，走到马路上都能捡到土豪金什么的，通通不在话下了。不过不是我说，我不是针对一个人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实在。以上的 buff 好像有点不太够用啊。那再祝大家新的一年不氪金，移民到欧皇，追的番产量18000，不用进克拉，战杀 CP 都官方都发糖啊！当然实现 buff 也是有条件的啦，穿红内裤，过完这个春节肯定就妥妥的啦。当然万一没有时间也不能甩锅给我啊，脸还不能赖锦鲤啊，对不对？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吉祥如意。紧张。
系同我系乜鬼啊？今日我哋嚟买呢家嘢噶，你熟人认出嚟嘅话，点样偷呃拐骗啊？话好咗要扮成大过年赚辛苦钱嘅穷老豆噶嘛？那孩子他爸，嗯，这拐就。点解啊？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，谁买你这玩意儿？乜你仲唔了解我咩？亏我哋仲经营万事屋添。嗱，你两条化骨龙同我听住啦，我可以将黑嘅洗成白嘅，将直嘅水成弯嘅，仲可以将杨义之士变成爱国群众添。人哋一家人过得好地地，我可以将佢水到分离。如果今日我系拉粉嘅话，肯定要佢变卑穷。你可拉倒吧！唔信啊？我就不信。人家好好的腿就能给人忽悠瘸了。睇住啦，呢个系我嘅强项嚟啊嘛。咱们丁将可厉害啦，路。听说人嚷夜上那卖炸药，听说人被安提阿上那卖绿帽，听说人约炮上人那卖烫，听说人。听到未啊？呢个叫做市场，捉好提前啦。你那啥提前量不可能每次都准的吧？你我也失误啦。听说山崎开加速威啊，把腿砸了，贪黑起早做了这副拐。结果人家砸太严重了，出院以后直接就坐轮椅了，这拐就没卖出去。那睇住啦，今日我就揾个脚好嘅卖俾佢，睇我点样水佢咧。喂，神乐，帮我嗌两句啦。我才不骗人，你们自个儿整得了。喂，卡古拉，睇我眼色行事啊。系，嚟人啦，嗌啦，嗌啦。啊，拐拐啦，路拐啦，拐咯，拐啦，拐咯，拐啦，路。小姑娘，你瞎指挥啥呀你啊？啊，你知道我要上哪儿吗？你就让我拐啊拐的，喊卖！哦，卖呀、啊、卖！卖啥？拐！天上！拐卖喽！拐卖啦！十四，十四，你搁这儿呢？怎么回事啊，土方前辈？拐卖啊！哟，小妹妹，谁要拐卖你啊？他拐卖阿土。那你，你要拐卖萝莉？我里面暗藏的哈，拐子龙。拐子龙可以拐成咁嘅咩？你妈呀！喂喂，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没事没事，咱们是一家子，在这儿玩呢。冇嘢，玩好咗嘛。嘿，你这一家子，大过年的卖女儿玩？拐卖啦！哇，你睇下，嗰只，嗰只超型嗰只。啊？哎呀，病到不得了啊，真系。啥？哎，好似就嚟要死咁啊！说啥呢？哦，哈哈哈哈，冇冇你嘅事，行开啦，睇出啲毛病呢、这个世人俾我讲啦咩？吓？是什么玩意严重啊？呢种情况我哋应该同佢讲啊，如果唔系嚟唔切噶啦。你在说啥 g i s 哎，行开啦。啊，冇嘢，发现咗啲病情，呢、这个戴眼镜嘅唔俾我讲啫嘛，唔俾我讲咪算咯。哎，你行啦，行开啦。我做你都不会信的，唉，行开啦！神神道道的，什么鬼？嗱，我同你哋讲啊，佢呢种病咧，发现咗就已经系晚期噶啦，肯定嚟唔切噶。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啊？大过年的，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土方前辈，你别激动，他们应该是算命的，别管就好了。啊，我咧就唔系算命嘅，但系咧我就睇出咗有啲问题，讲咗你信唔信啊啦？什么信不信的？你不说出来，我知道个屁啊！我先唔讲病情，我知道你系做咩嘅，咁你服唔服先？切，你还知道我是干啥的？不是吧？今儿咱没穿真玄土队服呀？金藤老大，你别说话。咁你识唔识我？不认识。我又识唔识你啊？不认识。我知道你做咩嘅。我干啥的？你系城管嘅大佬啊嘛？什么玩意儿？咁系冇可能噶。你这废话。咱们城管的大佬就是旁边那只猩猩。周神棍啊，这位猜得准啊，土方前辈，闻了你之后竟然没说你是在蛋黄酱加工厂上班的。那你说我在城管里头是干啥的？超硬啊。哎呀，这位猜得准啊，土方前辈。是吗？是不是啊？啊，系咪啊？讲得啱唔啱啊？行，咁你服唔服啊？我服啊！系嘅话你就走啦，我唔睇啦。嘿，大哥，哎，那啥，您刚才说我病情严重，又是晚期，哎，晚期那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信啊？你得说出来啊！喺最近呢一段时间里面，咁你有冇觉得你某一个部位好似系过唔去一样？
谂下，你用力咁谂下啦，你马上谂，谂下谂下啦，谂谂谂。没啥不一样。你要讲真话。我感觉这个最近发型有点炸。呢个唔系病根啊，咁你知唔知系因为咩炸噶？为啥？咁当然系因为你个洪荒之力控制唔住，先往上面逼炸噶嘛。我觉得是因为他用了山崎的霸王非洲爆炸特效护理型洗发水。那是哪儿憋的呢？哥啊，很爽。腿啊？嗯。不对啊，我腿没啥病啊。冇病？你就有病。啥病？那行两步，你行两步先。走。你想睇病啦？想睇就行啦。行，走两步就走两步呗，这不就是走两步吗？走。停！你的脚冇加特技吗？加啥特技啊？咁就啱啦，就系你的脚有病，一条脚短。是我第三条腿短。我要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，那卖裤子的人早告诉我了呀。你都系嗰啲炒残网站上面网购嘅，边个话你知啊？边个好似我身眼咁好噶？咁啦，讲白咗，你个右脚有病，我帮你调下好唔好啊？信我就帮你调一下。好，可以。跟住我嘅手行，我要你抬几高，你就抬几高。我要你落，你就用力咁向下落，好唔好？好。麻未啊？麻了。他咋麻了呢？你等我话，你都麻噶。麻未啊？麻了。大心，放松走。你个脚百分百有病，撑住麻行，放松走。跟住我行。走起身。走。哎呀妈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这后腿还真忽悠瘸了。他说啥？他说你挡下走背了。我是咋没早发现呢？早你没碰见他，早碰见他你早瘸了。不是大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的职业对你好不利，每日追赶小摊小贩，就将这条腿压到越来越重，轻者垫脚，重者垫骨头坏死，晚期就是植物人了。大哥，那我得用点什么药呢？用药有鬼用咩？错了，用了条拐杖之后，这条脚就找到平衡点，一滴，将它撑出来，这就硬了。放错我啊，就是因为戴眼镜的心痛钱不给我买拐杖，这条脚废了。你啊，翻唔转头啦！你这是条废腿啊！咱这是好腿。讲咩啊？佢系好嘅喎，细个用拐杖啊。咱的拐不是拿来骗钱。还是别坑人了。喂，你哋收声，收声哈！屏幕前小学生都看着呢，别把人教坏了。啊，你哋唔好水人哋啊，人哋已经升格噶啦，真系啊！不说卖出去骗钱。哎，你们俩熊孩子就别老跟人瞎掺和了，行不行啊？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，老跟着瞎掺和啥呀？你们啊，凶啊！大哥，这拐得上哪儿买去啊？土方前辈，你咋还没听明白呢？人家就是想把他那副拐卖给你。咱们便宜点卖你，用不上当柴烧也不心疼。卖咩啊？你怎么敢沽行啊？送俾佢咪得咯。咦，不卖了？咪讲嘢得唔得？接住个拐杖，接住！大哥，不行！大哥，别！我呢条化骨龙咧系钱啊，唔可以丢你嘅卡嘅。啊，我明白你。等，大哥，这拐我不能买啊，我得给钱呢。我话俾你知啦，呢条拐杖本身个价格系200几嘅。啊，我俾你一半得唔得？行，太好了。不要这么贵吧？你仲想要几多啊？唔系讲嘢，唔准讲嘢。镜头老大，总务，借钱急用啊！给，好，拿去。你，哎呀，大哥，这大哥那什么，我们这三个人
六个兜加一块才3.7毛，那就拿着吧，有多少是多少啊！我想回家吃饭了，拿完走人吧。有没单车啊？啊，你两条发过龙啊？有没单车啊？啊，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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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还有自行车呢。金刚力的更好啊，毛七个力的。谁说要自行车？我没说要自行车。哦，冰少，冰少，我理唔到佢哋，早知道。我得要单车，我也没说要自行车啊！嘿，你得上来死人呐！明明是你自己啊！你们光了好不好？以后我唔拉你哋出嚟啦！大哥，您别老生气了。我觉得熊孩子们这句话是说的有道理的啊！你说像我这腿脚呢，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呀。所以啊，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，你看行不行？不行！你不能要人自行车，你快推走吧，他坑。你的，哎，你这是在坑我啊，你怎么这样呢？我就纳闷了，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一家子，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好兄弟，拿住个拐杖，你好好地咁返去休息了。大哥，缘分呢？好早同我讲啊。好，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过咩分啊，佢仲应该感谢我哋啊！谢谢啊！你睇下，真棒的，土方前辈，赚到了！好心人真多呢。冇咩啊，系咪心疼佢哋啊？行啊！还干啥去啊？换个地方，揾个跛脚嘅，将呢台车卖俾佢。发灼热的目光突然消失在身
微笑的模样，敲响了落幕钟声的那些是记忆的幻想，眼泪滑落脸颊，未开口的疑问和错过的回答，突然湿了叶子却浮现在视线上，那一段心中最为珍贵的时光，就这么擦干我脸颊的泪光，将思念融化。你总可以传达，在风中静静地合起手掌，吹散了身旁的野花，花瓣you
新年好，我是 C 君，在这里恭祝各位猴年吉祥，安康如意，岁岁平安。感谢大家与我共度了半个2014，一整个2015，在这里看到了大家的成长，很是欣慰。在这个大喜的日子，我就不搞任何吓人的东西了。哎，等等，你这个手是不是反了？这可是男士的啊，那怎么办？看我后期 C 转性神功。这样就是右手在上了。是不是快开学了？寒假作业写完了吗？还有几篇日记，几篇作文，几张卷子，零花钱收的多不多？是不是一剪刀下去把人民币剪掉了一个边儿？回到正题，最后再次祝愿大家新年新气象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在这里给您拜年了。好了，各位哔哩哔哩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，我是王老吉。那么今天就给大家来拜一个早年或者晚年或者什么什么年啊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，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啊，这是最好的。那么新的一年当中呢，大家也是长大了一岁啊，也可以做很多以前做不了的事情，对吧？可以趁着这个佳节放假的时候呢，跟家人团聚啊。小时候我是最喜欢这个节日，因为可以收到很多的这个红包啊。当然现在我已经啊，可能观众朋友们还有大部分可以享受这样的福利的观众，但是呢啊，我已经成年这么多年了啊，肯定是没有了，对吧？不止没有，还得给一些小屁孩发很多的红包。那么2015年正式结束了，在2016年来临之际呢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总结一下过去，展望一下未来，让自己有个更加充实、更加美好的一年。节日呢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大家从日常的一些繁琐当中沉淀下来，可以跟这个家人进行团聚啊，也可以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感情，弥补一下平时工作、学习带来的这个，情感上的这个缺失。当然虽然也免不了一些什么，对吧？你驾照时候什么时候考啊？你房子到底什么时候买啊？你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总之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好好生活，好好游戏，继续使用我们王老吉未来科技有限公司为大家带来的优质产品啊！谢谢。 B 站的诸位观众老爷们，这里是神奇陆夫人，大家新年要有新气象哦，不光有新气象，展开新的工作和新的学业也要有新的进步，最终呢，希望大家能够谱写属于自己的新故事。说一千道一万，还是要祝愿诸位玩家，祝愿诸位观众老爷们新年快乐，万事顺意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散人啊，祝大家新的一年能够不愁吃不愁穿啊，然后每天都睡得香甜啊，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就到这里吧。我一会儿也要去吃饭了，拜拜。这个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晕信猴思密达。那么2015年啊，已经是我们的过去时了，我们迎来了这个崭新的2016年。那么在新的一年里啊，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对了，是压岁钱。哎，过年了，过年了，哎，收压岁钱了啊。哎，是不是心里有点有点小鹿乱撞啊？特别开心啊！开心之余呢，啊，还是要听完我对大家这个拜年季的祝福啊。很荣幸参加这次比利比利的这个拜年季活动啊，和其他 UP 主一起啊，给予大家这个新春的祝福。那么小弟不才，好吧，没有准备很华丽的词藻啊，来祝福大家多牛逼啊。那么咱们不来虚的，咱们就来点实的，好吧？那么我就祝大家。今年压岁钱拿的特别多，哎，实在吧。好，那么最后祝大家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啊，身体最重要啊，身体健康，学业有成，马到成功，分手快乐。Hello， 各位 B 站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还记得我是谁吗？对了，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信花沙了。又是一年没有见面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常想起我那一双有如宝石般炯亮的墨黑色眼珠、高挺的鼻梁、完美的薄唇和那一棱一角都是那么令人感叹上帝不公的不要脸呢？这一年来，每当我看到大家的各种上分评论，我总是在我300平米的床上辗转反侧。你们呀，一个一个的，我把你们当兄弟，你们全他娘的把我当男神，哎，真是啊，太爽了啊，太爽了！在新的一年里，也是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乐乐呵呵的继续来给我上分。我也争取在新的一年里展现全身的精神面貌，多出视频，多做保健，为大家提供更多更全面的保健知识，成为诚实守信、善良勇敢的老司机。那么拜年就拜到这里，各位再见。
回来了。嗯，时间过得好快啊，马上就要到家了呢。今年的拜年季也差不多快要结束了，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次拜年季的节目如何呢？棒棒哒！那么拜年季马上就要迎来尾声，在这里让我们再次感谢参与了拜年季制作的各位 UP 主们，感谢各位 staff 们，也感谢所有在屏幕前在世界各地忙碌着的小伙伴们，感谢你们陪伴哔哩哔哩又度过了一年，感谢大家，辛苦你们啦，辛苦啦。2233马上就要到家了，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在欣赏完最后的节目后，不要忘记回到父母的电视机前，回到团圆饭的餐桌上，和自己的亲人们一起倒数新年的钟声响起吧。在新的一年，哔哩哔哩也会一如既往地陪伴在大家身边，和大家一起成长，一起欢笑，一起感动。让我们一起举杯，送走今年的烦恼与忧愁，哔哩哔哩干杯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北纬67度阿拉斯加的北极圈，我这里祝 B 站的小伙伴们新年快乐。 I'm Gustavo, I'm a student, I am in Lincoln, Nebraska, I'm from Honduras, I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. 各位哔哩哔哩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于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长，在我背后呢就是鼎鼎大名的西安钟楼。新的一年到了，在这里我们祝 B 站佳作越来越多，福利越来越好，同时也祝愿屏幕前的各位一切顺利，早日脱单。我现在在大本钟的前面，想对哔哩哔哩说，谢谢哔哩哔哩让海外党也可以不用翻墙看视频。在五区遇到了很多很多很厉害的小伙伴，希望2016年也能够继续加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吉魔镜师，是一名 B 站的 UP 主，我在委内瑞拉。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祝 B 站在新的一年会更好。大家好，我是 Sakura， 我是 Yuri， 我们是 A 星雪的记事本，我们现在在涩谷西浦亚，我们希望哔哩哔哩在2016年越做越好，让大家能看到更多好的视频。Deputy of this company, believe me, I wish our company a bright future. I'm very happy to invite one of the locals, Alapik, and I wish he can say something about our company and give the best wishes to us. That's what. Hi, 大家好，我这里是林子娘子，现在呢是在四川自贡，是一只正宗的土鸡高中狗哦。然后希望哔哩哔哩越来越好，另外也希望哔哩哔哩能收购更多的正版新番哦。大家好，我的昵称是氪金狂，我是个学生党，我在这个神奇的城市东莞，其实我并不怎么氪金，我只是 B 站千万个新人中的一个。但我相信时间会见证我们的情谊。我是八二一，我是大台的一星一，我是北京的大家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哔哩哔哩干杯。好，我是雪妹，我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哔哩哔哩的各位新年新气象，祝 coser 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帅，祝单身狗们早日找到另一半。大家好，我是米雪。大家好，我是迪尔。大家好，我是90。大家好，我是艾丽，我们是来自 Stanford 隔壁城市的高中狗。希望哔哩哔哩在2016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快乐，希望 B 站可以作为最大的同性交友网站继续呜下去， B 站成为世界知名网站，让大漠上天。哔哩哔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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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哩。
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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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哩哔哩，干杯！